大家好，我是一个得了重感冒、无所事事、在家里看电视的死神，啊，我不是非常明白为什么死神也是会有饿这种感觉的，对吧？那么既然饿了，我不再搞点东西吃啊？哦，我冰箱里的东西全部被吃光了，这样就很尴尬了，是不是？不过没有关系啊，这世界上还有一种叫做美团外，美团外卖什么时候开始送地狱了？是吧？美团外卖的老板，当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记得给我广告费，好吧？然后他跟我说是买东西是要钱的，是吧？肉是要钱的，那怎么办呢？所以说钱啊，就要用工作来换。所以说地狱是一个没有人权的地方，我们只能出去工作啊。那么我们要做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呢？作为死神，今天是第一周啊的周一，我第一天上班，来看看老板给我布置了什么样的工作啊。老板跟我说呢，我的任务呢就是来宣布，不是宣布啊，我的任务呢就是判定这些人呢应该上天堂还是下地狱。那么由于我第一天上班呢，然后给我一些比较简单的这个任务，就是很单纯的就是人类我们把他送上天堂，然后恶魔呢我们让他下地狱，是吧？就这么简单。哦，爱因斯坦，恶魔，是吧？其实这个东西判定，我觉得不是特别准，是吧？人类就都应该上天堂，是吧？姑且说恶魔都应该下地狱，但是我觉得人类并不应该都是应该是上天堂，是吧？应该有一部分人类也是要下地狱的。我刚刚那个怪物长得像那个毁灭战士里的小怪啊。话说，能不能把你切开，把下面这个人送到天堂上去？算了，你的灵魂一看已经被这个恶魔腐化了，下地狱去吧。I don't use 啊，我不听你说什么，好吧？然后人类上天堂，恶魔下地狱，非常的简单。最后一个人类啊，上天堂去吧。Oh, works on。好，我们获得了一个 A 加的评价，然后这边应该是给了我150块钱的意思吧，还是怎样了？是吧？我现在是650，旁边这几个家伙0000000啊，因为我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吧？我是一个中国的人，死了之后呢，居然到了一个需要看英文的地狱啊！这里是说你可以用你赚的钱给自己加一些 buff 啊，加一些 buff。然后我觉得我这个工作做得轻车熟路，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好，转眼间我们到了礼拜二啊，然后礼拜二呢，我们的老板跟我说呢，今天你的工作难度啊要稍微增加一点，但是你的工资呢并不会涨，是吧？难度增加在什么呢？就是说有一些人类啊，看起来像人类，看这个是吧？但是他头上长着角，所以说他不是人类，他还是一个恶魔。我们要注意分辨这些长得像人类的恶魔，并把他们送下地狱。所以说应该是上天堂的条件变得越来越苛刻，是吧？啊，越来越少的人可以去上到天堂啊。更多的人呢，还是要去下地狱。不过整体上来说的话，这份工作还是很好做的，是不是？我只要看看他的头上有没有角就可以了。恶魔长得如此的明显，是吧？啊，然后在人类的中间呢，找头上有角的，就可以轻松的度过这个周二的工作了嘛。这个妹子我可不可以既不让上天堂，也不让下地狱？这个我领回去可以吗？看来没有这种选项，那你走吧。OK， 周二的工作又完成，转眼间就到了周三。然后老板呢，今天又跟我闹新的幺蛾子，跟我说什么呢？哎，今天你不光要找那些头上带角的人类啊，而且这个手里拿着武器的人类啊，你也不能把它放到天堂上去，是不是？因为天堂现在这个治安状况不是特别的好，导致这个天堂的这个房价上不去，是不是？这个房价上不去啊，就影响了他们这个整体的收益，所以说要我们把这些啊。就是，不光是恶魔，你看人中的恶魔，包括人类中携带武器的啊，可能会对这个天堂的秩序产生一定的影响的啊，也要全部都送下地狱。我开始觉得现在老板的评判开始不合理起来，是不是？人家拿着枪就一定是要杀人吗？是吧？人家拿着枪也可能只是想自卫，对不对？自卫。自我防卫不是你们想的那个自卫，好吧？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样是一个比较偏颇的判定，但是没有办法，是吧？我还是为了赚钱买火腿，是不是？在金钱面前，什么都不重要啊！这个能领回家啊？不行啊！我每次看到这种堕落的女人，都想领回家，好好的教育她啊！但是老板不让。不知不觉啊，已经到了一周中的这个周四了啊！周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是吧？我们一般来说，周一呢都是特别想死的一天啊，周二呢就是周二勉强好一些，周三就是看到了希望，周四啊曙光就在眼前，因为快放假了，是吧？啊，我们来开始周四啊，这是什么呢？Do you know 哈？他说因为这个天堂啊，
现在出了点问题，就是说天堂的清洁工啊开始罢工了啊，开始罢工了。所以说我们这个铁链子是什么东西啊？所以说就是出了一点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因为天堂清洁工罢工了嘛，所以说你要把那些身上脏脏的人呢也送到地狱里面去，不然会影响到天堂的卫生啊，这个样子哇！而且这里还出现一些铁栅栏，还要我花费这个额外的时间来点开它。哎，刚刚那个家伙我好像送错地方了，好像应该上天堂，我要把它带到地狱去了。算了，无所谓了，错个一个两个也无所谓，是吧？啊，我们的工作是有容错的啊，是吧？好人不一定上天堂，坏人也不一定走到下地狱的。像这种身上脏脏的人，好可惜，只是因为身脏脏，是不是？他又不一定是灵魂上的肮脏，是吧？他可能只是这个做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之后，然后就挂掉了，是吧？筋疲力尽而死，是吧？然后留下的血液不一定是自己的血液啊，结果呢就要因为这种原因被送到地狱去了啊，感觉特别的冤屈，有没有 ？OK, work's done 啊。然后我这边的 buff 稍微买一下啊，因为我刚刚那个牢笼好像是一种什么 debuff 之类的东西，好像花钱可以解掉，是吧？作为一个中国的死人啊，还是看不懂英文，真的是蛋疼。到周五了，明天就可以休息了吧？但是我感觉看我这个排班表，好像没有休息日这个概念啊，可能我还需要再工作三天吧。然后我们来看看周五老板他们又有什么奇葩的要求啊。Haze and Hide Sale from 什么什么哦，他说这个邪恶的这个恶魔啊终于是长了一点脑子了，是吧？他们以前伪装成人类，因为头上有角会被直接发现，所以他们现在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在头上戴一个帽子。所以当你看到戴帽子的人的时候呢，你就要把他的帽子给掀起来啊，然后判定一下他到底是人类还是恶魔啊。然后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判定的条件是越来越多了啊，也就是上天堂的可能性是越来越低了啊。比如说头上有角要下地狱，是不是？身上脏脏要下地狱，本来就是恶魔要下地狱，拿个武器也要下地狱，是吧？越往后能够上天堂的就是越少了啊，越少了。就是我觉得我估计可能是因为这个天堂这个现在空间太小，地下在不断的上涨，你知道吗？所以天堂这个人的生存压力也很大，所以我们就要找很多的理由把这些人全部送到地狱里去就可以了，是不是？啊，好啊，这个妹子送上去啊，送上去哦，还是有一些可以上天堂的了啊。来，绅士上天堂吧。好，你下去。OK, work's done。还有两天，我就可以结束一周的工作了，是吧？啊，果然周六不休息啊。对一个病，哎呦操，对一个病人这样真的好吗？看看这个老板要闹什么幺蛾子啊。他说今天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还要再拒绝一种人上天堂，就是说脚脏脏也不可以啊。什么意思？是不是我们之前遇到过那种身脏脏的这种人类，是吧？身脏脏的人类啊，这个身脏脏的人类这个胸口流下来的血啊，我刚刚是不是送错了一个人的感觉啊，是吧？这个身脏脏的人类啊，胸口流下来的血，哇，怎么今天全是上天堂的啊？胸口流下来的血流到了地上，然后被别人踩到了，然后别人脚脏脏，是吧？脚脏脏也不可以上天堂啊！我估计这就是没事找事吧，是尽可能的接。你看脚脏脏啊，直接送下去。之前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不小心漏掉了啊，是吧？这可能就是尽可能的啊。哦，什么情况？出现一种特别的情况哦，每个人我只有四秒钟去判定他啊，这样我就不能太闲聊了，是不是啊？没关系的啊，是吧？我刚说到哪里了？说今天要脚脏脏也要强行的把他们送到地狱去啊？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是吧？我觉得可能是，哎，这个是送错人了啊，刚刚那个送错了啊，就可能是这个天堂的这个清洁工真的全部都罢工，连个擦地的都没有了啊。但是衣服上有红色，并不是身脏脏干嘛的人，是吧？好，恶魔啊！上天堂，脚脏脏，连帽子都不用打开，哇！像你这种人，一看就应该下地狱，是不是？好 ，walks down 啊哈，终于到了一周的最后一天啊，终于快到了这个可以休息的日子。我一共要做几周的工作啊？一共要做七周的工作，七七49天喽，是吧？那么以一周啊作为告一段落，是吧？我们来进行第七天的工作啊，看看今天要闹什么幺蛾子啊。哦，今天这个老板啊说让我出了个差啊，让我出个差，让我去这个埃及的地狱啊来引渡一些埃及这边的该上天堂的或者下地狱的人。哇、哦、这个妹子我可以领回屋子里吗？嗯，这是个出差，你要知道这个出差，哇，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不太知道 mistake 啊，因为他这个头盔摘不下来，有的时候不知道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哇，上一个是 mistake， 然后这把就是了，是吧？
所以说去在埃及的话是需要一定的运气的，因为有些家伙的头套摘不下来，像这种东西它到底有脚没有脚根本就没有办法知道，是吧，这要靠蒙啊。但是老板刚刚说因为这是一个加班的这个工作嘛，所以哎，刚刚的那种 mistake 啊，我知道没有摘帽子啊，因为这是一个加班的工作嘛，所以说啊，可以多给我一点这个加班费啊，就是加班费呢，就是多给我一条这个弯弯腿啊，总体感觉还可以吧，还可以啊。这个家伙不好判定啊 ，nice 还不错啊，这个家伙也不好判定，这个家伙仔细看就是好人啊，是不是？来摘下你的头套，哦哦，居然全对，真不容易，你拿着武器只能下去，是不是？哎，恶魔下去啊。我们要记住之前给到我们那些判定条件，不要记错了啊！恶魔下去，啊、好人上天啊！拿武器的看都不用看，脚脏脏不要，脚脏脏不要啊！胸脏脏，哇，那刚刚胸脏脏我想要啊，但是不给我啊！你拿就不用摘帽子，拿着武器是吧？胸口脏脏，这个就不好说了啊！上天堂 ，What's done？ 这样我们就结束了你们一周的工作啊。然后这边呢，出来了一堆不明所以的什么剧情 ，I have lost all lost all，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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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番对话之后，我们要选啊，有选择，可以增加我们的分数。我虽然现在不知道我的分数和他们身上的分数到底都是有什么用的，是吧？到底是什么用的？反正我是不想加自减自己的东西就对了啊，给他们减一个看看。所以可能是他不能让他们的分数超过我还是怎么样啊，这个不太清楚啊，清楚的观众可以到时候告诉我他们讲是什么意思，好吧。好了，那么我们完成了这一周的工作啊，然后下巴马上就要进入这个第二周了，这个我们以后再来啊，因为我确实是这个重感冒还没好，大家可能觉得这个视频录到越后面的时候嗓音就越奇怪啊，反正总之我们已经干了一周的这个死神的工作了嘛，可以出去买点肉吃了，是不是？好了，我去买肉去了，咱们下次再见，拜拜。